本分局实施勤务观测及风气探访，发现陈姓员警已有吸毒情事，当即组成专案小组调查，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后于台南市某汽车旅馆当场查获成员持有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。成员涉案情节重大，警察局立即召开考稽会，通过一次记两大过处分，予以免职，断然汰除。对于员警涉嫌违法违纪案件，本分局绝不护短，予以查究，以为警察风纪。